诸位法师、诸位莲友，大家晚安，阿弥陀佛。请合掌，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各位大家晚安。今天是讲经最后一天，我们会先点灯。请问一下啊，去年有在这边点过灯，在 Meta 的请举手。好，手放下。今天是你第一次在这边点灯的，请举手。哇，还是这么多人啊、哦！那师父还是要解释哈。好，那请专心听，请看幻灯片。现在请各位翻开讲义，后面点灯祈愿文，请看103页。好，请看幻灯片。我们要点灯的目的是因为了为利众生愿成佛，这是由尊贵的西藏阿迪夏尊者在西藏曾经乾弘时期，莲花生大士把佛法传入到西藏，可是很不幸的，西藏也发生像中国一样外道破坏佛法，有100年呢西藏是黑暗时期，没有佛法僧三宝，所以阿迪夏尊者被请到西藏，当时所有的佛像是被破坏的，佛法也是衰败的，所以阿迪夏尊者就带了28位弟子，每到一个寺庙他就开始发愿啊，这里发愿文跟祈愿文由尊贵的这一世第17世道宝法王亲自作曲。我本身2005年跟2006年两次也参加过法王的祈愿法会，当时我唱的时候也很感动，因此我发了一个愿心，我尽行受，我在全世界弘法的地方，只要因缘许可，我都会在最后一场带大家点灯。那点灯有出自于《佛说施灯功德经》，点灯与发愿是在佛教南传北传藏传里最简单又最为殊胜的修行方法，所以看得出来三宝加持最后一天都是非常多人的。然后啊，这是很好的圆满的这个方式。接下来你看，传统上在菩提迦耶每天早上会供一杯水，然后至少你可以供一朵花。我们是个凡夫，佛是多生多劫修福修慧而成就的，所以普贤十大愿有一个叫广修供养愿。接下来点灯与发愿可以满你的一切的心愿，我们在世出世间都有很多愿望去祈求，所以待会你请专心听，然后专心唱，你也可以认真的发愿。接下来在传统上，西藏佛教在每一年最后一个月叫马哈嘎拉大法会，除了除旧布新之外，最后一场法会也会向呢全部的喇嘛拿着哈达，然后要点一支香，然后要点一盏灯。这是我多年前在尼泊尔加德满都莲师的满愿大佛塔点了10万盏油灯，大概要马币3万到5万块，是台湾很多很多团体的，这是莲花生大师亲自建的佛塔。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能够把握时间讲重点，希望我还有机会为你介绍佛塔的功德。那这也是我们桑耶精舍的法会，我们背后也是布置着显密圆融的坛城，背后是往生极乐世界。那刚好这时候是地藏王菩萨的法会，所以每一家的点灯都是免费的，随喜功德，所以点灯透过发愿与回向可以满你的心愿，也满你一切众生的愿。好，现在请翻开103页，待会我会首先听流程哈。第一个我会唱6字大明咒，来听好，不要站起来，就是向旁边点，转过来也向后点，代表佛一灯一灯这样心心相传。那我会唱6字大明咒，
然后等到轮到你的轮到你的时候呢，还没有轮到你的时候，请你大声唱，然后也发愿，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不要站起来，接下来等全部唱好的时候，我会要大家把灯点在捧在心间，唱发愿文，我念一句你就念一句。好，请看104页第七行 Om Benza Aloge Ahom， 这叫神变咒，就是你要观想你捧的灯，然后一盏变三盏，看师父左右两边，前后就五盏，上下变七盏，然后所有的灯向右旋转，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无量无边，你可以遍供无量诸佛。好，如果有些莲友没有座位的话，工作人员可不可以用红色的椅子排在左右两边，好不好？前面也可以排，没问题。好，请帮忙一下，工作人员帮忙。好，没关系，或是要在中间花的前面都可以，不要他们用站着就可以哈。然后所以你要观想，然后呢唱诵文我待会会放 MP3， 那因为去年点过，所以有些人会唱，你就大声唱。在唱的时候你就要观想，你有很多的祈愿，没有错，你可以祈求你要健康，你要祈求你长寿，你要祈求你能够弘扬佛法利益众生，释出世间的愿望你都可以祈求。所以那他会唱三遍，所以请你大声唱。在经文里面104页这个唱诵文里面呢，这个第二颂，这一生以及历代的各生以及各所生，所有的父母都可以见到贤劫千佛，所以心是没有局限的。但是透过你发愿跟观想，你可以观想所有的净土呢都可以接受到你真诚的供养。然后接下来到第四愿的时候 Deyata， 注意听，它叫满愿咒，圆圆满满，满你的心愿。所以大会的时候你必须都是用捧着，小心当你结束的时候满愿咒的时候，请你向右旋转。你现在拿起来，你们的右边是哪一边？跟师父刚好是相反，你的右边，听得懂吗？你的右边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对，你应该现在方向跟我一样，然后由下往上，不要紧张，有人那样推磨一样，由内到外都会撞到人，不要紧张，由下往上向右代表圆圆满满，不要把它倒掉。然后这时候也注意不要转错方向，转错方向以佛法来讲，那你就变成外道去了，这是很重要的。由下往上向右旋转，到这个时候捧在心间，好，请两手捧在心间，然后我会唱阿弥陀佛，不要讲话，专心听。你不是要学吗？师父在讲解，专心听。这时候观想，我念阿弥陀佛，不要站起来，由中间往右边传，所以右边会有干部会站在前面接你的灯，一个一个传，这叫传灯。这时候要观想自己坐在大宝莲花，过去所有的亲属这时候都一起，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所有像海浪一样坐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会度你历代祖先跟冤亲债主。所以专心听这个其实不是我的力量，这是佛教的。在新加坡大家传新弘法师点灯功德力很大，我一回向呢都所求如愿。答案不是我的力量，是在你自己的虔诚观想力跟发愿力。好，这个地方是非常殊胜。请看第三首，愿与弥陀合为一。阿底峡尊者本身也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主修观世音菩萨是度母，所以在唱诵的时候待会先唱愿与弥陀合为一。假如初一十五你也可以自己唱，唱的部分呢你可以在103页有大宝法王的官方网站，你可以下载音乐，然后呢你也可以唱改为愿与观音合为一，愿与药师合为一，我愿与地藏合为一，这两个字是可以改的。但是今天呢因为我们要听 MP3， 所以希望你唱的时候先唱愿与弥陀合为一，这样叫做传灯。
等到船灯全部好的时候呢，干部哎，你就可以往下去拿到一楼的地方，释迦牟尼佛前面去烧，然后我们就开始讲经。好，这样了解了吗？好，请准备，请安妮跟这位莲友请上台来。好，请唱六字大明咒。Om Mani Padme Hum Om， 大声唱。Padme Hu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坐着，往旁边，往后面传。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现在干部不用帮忙，到后面去。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往后面传，后面传，师姐。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每一个人都往后面传。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司仪你不要帮他，师父说前面往后面传，你怎么听不懂？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都往旁边，往后面传。 Om Mani。 坐着。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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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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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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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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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红红玛尼呗呗红玛尼呗呗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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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凭你的灯捧在你的心间，不用很高，就在两手捧着，然后看着103页的经文，请看着经文，因为你从来没有做过，还不要只是用听的，要真的从心里去发愿。我念一句，跟我念一句，在念的时候就观想灯，然后一盏变三盏，三盏变五盏，五盏变七盏，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越来越多，无量无边。好，跟我一起念，愿灯具成为等同三千大千世界，愿灯柱仅成须弥山王，愿灯油仅成汪洋，此灯之数一盏得现于每尊佛前，愿此光明消除三有顶以下无间地狱以上所有无明之黑暗，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皆得显明亲见。唵班扎阿罗给阿訇。好，先用几秒钟观想你所有的灯变无量无边，然后唱下面的发愿文。再大一点点，谢谢。一起唱，稀有光明此当主共显现界前佛灯无余光大十方尽真空性无法中，听气一滴，贪嗔身中尽奉献，父母为首山艰难境界佛净土，愿与弥陀说法愿
声唱第二遍，稀有光明，此灯烛，洞前显界，见佛灯，无余光大。十方净，世尊空性，无法中，贪嗔身中，尽奉献。各所生，皆能亲见佛净土，愿与弥陀合为一，三宝。愿悉心加倍殊德成。很好，第三遍，稀有光明，自灯烛，共显现。佛灯无余光大，十方净，世尊空性，无法中，贪嗔身中。向右旋转，得呀他本家之呀，阿哇波达
之呀，扎枝呀，阿波达那耶娑，啊，很好，捧在你的心间，这叫满愿咒，圆圆满满，你释出世间的所有愿望。好，接下来我要唱阿弥陀佛，然后我一唱的时候就开始由中间啊向左右两边传灯，干部请出列，好，义工请出列，现在就出列，然后这时候要观想所有的人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像大海的海浪一般。哎，干部现在就出列啊，现在叫你出来就出来啊，对，帮忙哎拿盘子，然后传灯，然后我会唱阿弥陀佛，然后呢你跟着唱，但是也要用心观想，看幻灯片，观想所有一切的众生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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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传的，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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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也动啊，后面一起动啊，弥陀佛，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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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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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凡事都有第一次，就圆满了。好，现在请合掌跟我一起念三珍本师圣号开经偈，继续最后一天的讲座。请合掌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大家晚上好，请看讲义第75页，请看幻灯片几四，平等说法至真境。昨天说对十方一切的善知识要身心恭敬礼拜，你才会遇到善知识的缘。接下来说《妙法莲华经》的不论在家出家的善知识，请看经文：与一切众生平等说法，把平等画起来。平等心是很难修的。在礼拜六跟礼拜天，我都讲了五台山的文殊师利菩萨故事，我就不重复了。以平等心为一切众生说法，以尊重顺法故。顺就是敬顺或顺从释迦牟尼佛及多宝如来的教法故，不多也不少，乃至于对于非常喜爱佛法的人，因缘若不具足，也不为他多说。那你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可以多说呢？答案啊，免得他增长贪心。还有就像医生对症下药一样，有不同的药方，有不同的剂量。你不要认为说啊，十全大补丸很好，榴莲很好，你就连续吃，每天都吃，每天都吃榴莲，吃一个礼拜的话，你就会流鼻血的。可见呢，再好的药，它是要契机的。所以，对于深爱佛法者，因缘具足的时候才适度而说，不要增长对方的慢心跟贪心。接下来，物三人三皆形成，请看75页底下。文殊师利是菩萨摩诃萨与佛灭度后末法时代，法要正法欲要灭的时候，有成就是第三安乐行者，说是法时无能恼乱。好，法欲灭时，请画起来。其实正法是不生不灭的，正法本身是不生不灭的，就像虚空的太阳永远呢是照着山河大地。可是说天上有乌云的时候，你看像这几天新加坡每天都下大雨，对不对？下午呢午后雷阵雨，下个雨呢大家比较清凉一点。可是你在下雨的时候你就看不到太阳，但注意听，下雨的时候太阳还是在，并不是不存在，只是呢乌云太厚了，把这个太阳光给遮住了。那这里的这个太阳是比喻什么？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呢的正法是不生不灭的。那法为什么会灭呢？是因为众生没有恭敬心，没有信愿行。注意听，这里的法欲灭不是说没有佛像，没有出家人，或是没有人修行，不是，而是众生本身啊，对佛法啊、三宝啊，没有像以前具足深厚的信愿行善根。比方说现在大藏经整套放在图书馆，能读的也没几个啊，法是在的，但是众生啊，他不一定接受。所以法欲灭是指众生的业力。这边有一个莲友问师父，佛陀把清净处分为第一、第二、第三，是有他的原因吗？答案是，这是第三安乐行，原因是修行要 step by step， 先远离恶友，然后呢听闻正法，接下来修六度波罗蜜，接下来你还要写般若空慧，接下来呢身口意要去调伏，最后一个要为了正法跟众生要发广大的誓愿。所以第一、第二、第三安乐行它是有次第的，没错。接下来再看下面，
当你若能够修学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你会得到很好的同参道友，请看经文，得好同学，共同读诵是妙法莲华经，亦得大众而欢喜来听受。后面法华经经文讲，这是多宝佛跟释迦牟尼佛神力加持。比如说这几天我们没有任何的障碍，虽然我也有一点点感冒，但是你看不出来，对不对？对，因为下雨嘛，我有喝水。然后呢，可是呢，我也是欢喜心为各位讲。那大家我们每天待2个小时或5个小时在里听闻佛法，你也会听得欢喜。其实这不是新弘法师的力量，是佛的力量，释迦牟尼佛的力量，多宝如来的力量，还有法华会上佛菩萨放光加持的力量，所以大家会听得欢喜。听了以后要能够受持，受持就能读，读然后能够为别人解说，说了以后乃能书写。这里的书写是古代的印刷或流通，现在呢还像流通 DVD、 流通经本，乃至于妙法莲华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汉语拼音啊，我都看到了，非常的好。所以流通法宝现在是以印刷术而做的，不一定要像古代抄经，因为时代不一样。当然你若把抄经当成一种修身养性或者修禅定的方法，那也很好。但是现在又有一个麻烦来了，你抄的一堆的经放哪里啊？你看众生总是很多烦恼的，很多问题。那我给你建议，注意听，没有叫你烧经典，是以清净心，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念大悲神咒把它火化掉。我再讲一遍，以清净心，不是毁坏佛法的。有人听到说奇怪，怎么可以烧经典？问题是你写的东西，对不对？还不一定放在故宫博物院呢，对不对？所以写经是很好，若但是写完以后呢，若积一个段时间，你可以念3遍大悲神咒、3遍心经、3遍往生咒，就可以火化而回向给一切众生。接下来，若使人书供养经卷，尊重恭敬赞叹，请把供养经卷这4个字画起来。虽然你可能听妙法莲华经非常的殊胜，你说哎呀师父都很殊胜，可是太忙了，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有，把法华经像佛像一样放在桌上，早晚给我拜3拜，总可以吧？这是最简单的修行方法。供养经卷，把佛经等同像佛像一样供在佛桌上，早晚礼拜3拜，这样子也是最简单的修行方法，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好，接下来请看经文79页，第4更是誓愿安乐行。很抱歉时间有限，我寄送的部分就没有说啊，希望你不要介意。接下来看誓愿安乐行，身安乐、口安乐、意安乐，这凡夫做得到，阿罗汉也做得到，菩萨更了不起，是在身口意当中还发广大的誓愿。这里的誓愿是指4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请看经文，更是誓愿安乐分2，心一常行分2，人一明情法，魁一标，最后又文殊师利，请看79页中间。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于佛灭度以后，末世法欲灭时，若是要持诵，把持画起来。这里的持是你前面有身口意3个都清净，你发愿生生世世都修妙法莲华经，这叫有受持是妙法莲华经者。首先要怎样做呢？请看魁二，誓分3，己一明誓愿所缘之境。请看经文，于在家出家生大慈心，把大慈心画起来。就是说在人道的众生啊，你对于在家出家的佛弟子或学佛不学佛，乃至于广义的说佛教徒跟非佛教徒，都应该生大慈心。慈是什么？给别人快乐，给别人欢喜，给别人方便，这个叫做慈心。接下来看经文，看幻灯片，于非菩萨顿号人中
生大悲心。什么叫非菩萨人中呢？就在人道的众生里面啊，有时有佛教徒，有非佛教徒。人间的众生有些事呢，不是行菩萨道。这里讲非菩萨人，是指没有菩提心，也不知道要行菩萨道的其他众生。我再讲一遍，在人道当中，他不了解佛法，他没有发菩提心，也不知道要修菩萨六度万恨的其他众生，包含其他宗教的众生，或佛教里面，或家里呢，你认识的人呢，他不会想发菩提心啊，对不对？这样的人呢，要升起大悲心，悲是怜悯，慈是给予快乐，悲是怜悯他而拔他的痛苦。为什么？因为呢，他的因缘还没有成熟。举个例子好了，师父在东南亚弘法，有时候我看到呢，有善根的人，有善根的人呐、啊，不是每个都适合出家的，出家是很辛苦的。有时候我看他很有善根，师父劝他来出家，他说我不要。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出家太苦了，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这个也不可以，对不对？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出家，而且出家有很大很大的责任呐、啊，对不对？那有些人呢，你期望他出家，可是他并不想出家。可是有些人的心态不一定很正确，觉得呢啊，佛门很慈悲啊，我老的时候呢，那就干脆搬到佛门来啊，这个叫搬家。因为你动机是不纯正的，真正出家是要吃苦的，真正出家还有两个责任，写下来是在家居士可以不用做。第一个培养人才，第二个弘扬佛法。出家人老实说，对不对？很惭愧，师父今年出家24年了。我从20岁学佛，23岁我出家，对不对？我19岁学佛，对不起。然后20岁我打了一次佛七就吃到肉就吐了。各位送给各位的十善业道经后面有我的简介，其中有个错误，上面写说我出家18年，哎，这个设计的佛友先没有问我，他是从我们网络当落。今年呢，我是1988年出家的，民国77年出家，所以我应该是24年了。那佛教里面10年叫做下座长老，20年叫中座长老。天哪，我已经是上座长老了。看我看起来不太老啊，人老心不老啊，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但以戒腊来讲，这是佛制的这个戒律，就好像资历一样。但是很惭愧地说，24年我也是十方众生供养我们。供养我们做什么？学习佛法，利益众生，培养人才。在家居士你可能说管他的，反正我就一个人修，我修到我自己呢，修得好跟不好都无所谓，我修到我自己可以去见佛，那也很好。当然在家居士也有修得很好，但是你不用背负两个责任，一弘扬佛法，二培养人才。所以你不要觉得出家哦，就是舒舒服服的。当然每一个的福德因缘不一样，有身出家，有心出家。像释迦牟尼佛身心都出家是最圆满的。在家居士也不要太冲动，不要今天我说了你明天就剃头不要这么激动。学佛慢慢来， step by step， 最重要你先学心出六道轮回烦恼的家。假如你没有掌握这个重点，出了家还是要忏除业障，出了家还是要修福修慧，你没有掌握到出了家还要学习佛法，你没有掌握到重点，你来佛门呢、啊，其实也是苦苦恼恼的，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看这个是是非，人家讲你，师父磨你，师兄弟讲你，你也是不高兴，最后就流浪去了。讲得好听一点叫云水深，其实事实上你是大海里面随波逐流啊，对不对？那这就说明了一个重点，请写下来。不管在家出家，若你不忏除自己的恶业啊，在家出家都苦苦恼恼的。并不是说你剃了这个光头就代表你解脱了，剃了光头代表你开始迈向解脱的道路。就好像把5000公尺的赛跑，各位看过奥运吧？5000公尺的赛跑，才刚开始跑啊。谁会到达终点是不知道啊，也不一定是刚开始跑得很快的人啊，最后他是第一名。你没有听过龟兔赛跑吗？对不对？龟兔赛跑最后谁到了？乌龟，不是兔子哎，
所以不要做骄傲的兔子。所以在家出家，你要把握修行的重点，这才是重要。接下来再看第80页己二，明起誓愿之由，应作誓念，如是之人则为大师啊。如来方便随意说法，可是他却不听，不知道，不觉察，也不肯问，也不肯相信，也不可了解，他是讲，尤其是不相信妙法莲华经。在法华经后面呢，阿难尊者啊有听，迦摄尊者曾经站起来跟佛忏悔说，其实佛陀，我虽然跟你很久，每次啊你变神通讲菩萨道，我都耳朵都塞起来，就站在那边静静的，我什么都不想听。佛讲妙法莲华经，我刚开始也不高兴。在妙法莲华经啊，刚开始佛要讲经前，在家出家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5000人呐、啊，哗啦哗啦哗啦，全部都退席了，比我们现在讲经人还多哎。你像佛要讲经哎，5000人还是哗啦哗啦都退席的，不想听。佛说了一句话：退役加矣，走了也好，因为他们不是这个法门契机的。不听也不错，免得听了又怀疑要毁谤，说现在我可以讲妙法莲华经了。第一次我读到的时候，我真的很大的震撼。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也可以说50年，最后讲2部经，最后一部经是涅槃经，倒数第二部经就是妙法莲华经。很多圣弟子跟佛一生30年了，他还都不喜欢妙法莲华经。所以各位能够相信了解啊，是多生多劫的善根。假如你在读当中会有疑惑，那是很自然的，不要气馁，慢慢来，慢慢来，不要急。你急着成佛是做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先看己三，正立誓愿。其人虽不问啊，不信，也不了解誓经，誓经就是妙法莲华经。但我释迦牟尼佛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啊，随在任何地啊，我都以神通力、智慧力引导众生，慢慢慢慢呢，让他能够安住在妙法莲华经里。所以妙法莲华经其他品曾经说，假如你修其他的法门非常好，但是还不一定赶快成佛，修妙法莲华经的可以快速成佛。假如你还没有修妙法莲华经呢，表示你离成佛的道路还很远，这是佛说的。可是有些人啊，第一次听到了就不高兴，哈，我不读妙法莲华经就是表示我根性差吗？没错，释迦牟尼佛说的。因为妙法莲华经是摄三乘为一乘法，它是圆顿大法，所以中国说开慧楞严经，成佛是法华经，法华经是成佛之道。所以释迦牟尼佛也会苦口婆心的多生多劫叫你学习，让你能够安住在是佛法中。接下来再看下一页，鬼三，劫行成分二，子一，名离过。请看经文81页，文殊师利，是菩萨摩诃萨于如来灭后有成就此第四法者，说是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就会有圆满的见地，而不会有过失。接下来再看经文啊，这些经文都并不难，请看己二，名利益。请问读妙法莲华经有什么好处啊？哇，好处是无量无边的。现在呢，开始讲利益。丑一，证明，请看经文。常为念妙法莲华经的人呢，不管他走到哪里，不论在家出家，男众女众，常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乃至于国王、王子、王公、大臣跟所有的人民，乃至印度的婆罗门或在家居士，看到你啊，都会生欢喜心。